现今世界里，科学已经取代哲学，成为多数人的核心思想。科学进步相当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大多对于科学一知半解，光是从课本上学习知识远远不够，还需要亲自实验了解。香港科学馆和传统博物馆有别，馆藏于500件的展品中，有大量的互动产品，利用镜子的光学系列展示，各式各样的电学实验与感官互相配合，可以激发学习兴趣与好奇心。尤其贯穿4层展览场地的能量穿梭机更是壮观，让人不禁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呢。